陪你这么多年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确定要送给我？你也是我很重要的人。笔试答案出来了。怎么样？目前都对。我最后一道大题做错了。不会吧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没有，我当时还犹豫了一下，二选一我都能做错，笨啊我。你说我会不会就这样错过金大了？不会的，这只是一次冬令营，条条大路通金大，这次不行还有下次，再不济你裸分都能上。可是，我就怕每次我都差点运气。那，把我的运气分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个，它是我的幸运符，那是我第一台笔记本电脑，陪了我很多年。我每次考试都会带着他，甚至还陪我进了计算机省队。之后他坏了，我又舍不得丢，我就把他的 CPU 拆了下来，做成了这个小挂件。陪你这么多年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确定要送给我？你也是我很重要的人。再说了，你不是送我键盘来着吗？就当礼尚往来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还挺好看。还一分钟就倒数了，快点。来了。他们在干嘛？会不会是元旦倒计时？好像是社团活动倒计时。管他呢，就看看不就完了吗？